节前后必备的点灯仪式，各大宫庙总是排满人潮。不过近期为了疏散人流以及不便出门的民众，兴起线上点灯模式。想询问我们点灯目前有几种灯款吗？各大宫庙和电商平台合作，例如鹿港天后宫直接在购物平台内选择要点什么灯，下单付款后人不用到场，直接可以点灯，而且现在还能额外收到大礼包。皮文昌的御守的新军的吊牌，至南宫线上点灯，光明灯送金银钱母，大甲妈金牌吊饰，文昌灯送文昌帝君卡片及金笔，泰式灯送双色龙银，可以招财镇煞。文昌小物还有补财库的一些加持品，我们都会在过炉加持之后才帮客人寄出。就是从疫情到现在，其实就是都成长，大概每年都成长5%-10%。有别以往传统点灯送的面线农民历，线上礼品更丰富，环保还有比较方便，不用排队。云林西罗福兴宫线上点泰式灯，最有随机是小神医，不同灯礼品也不同。文昌灯会送文昌笔，财神灯有开运钱木，药师灯有药师佛祖琉璃吊饰，观音佛祖灯则有观音佛祖的琉璃吊饰。所谓的线上服务部分，我们有跟两家电信业者合作，去年是第一次示范了，所以我们得到蛮不错的一些回馈，所以我们今年有继续。同样线上点灯，北港朝天宫会送小福袋，传统宫庙结合电商推点灯大礼包，让点灯除了祈福保平安，还能把平安符带在身边，不用到场就能搜集各式点灯小物。三兄台中云林综合报道。